等我要去水小姐，等我一下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是要跟卢总去香港吧？你打电话约卢总的时候，我都听到了。他给你多少钱啊？80万。大学生还真他妈不一样啊。你发这笔财，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？拿走吧，你不是想变成我吗？拿走这个，你就可以变成我。那我可不跟你客气了，谢了。你他妈的！跑！他现在是我了。